诶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画廊。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，能够和周佑任老师，他是一个著名的水彩画家，能够在我们画廊呢，一起简单的这个探讨他最近创作的一幅这个如切景色的一个水彩画。Hello，大家好。那么，周老师，你可以和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，那你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，当时那种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吗？这是一幅在如切写生的作品。那我时常和一般画友来这取景，主要原因呢，是因为这里的建筑有浓厚的娘惹风格，也有很独特和细腻的装饰，是一个很好入画的题材。那画到半途呢，突然间，有一户窗口打开了，那里面的物主呢就跟我们打了个招呼，就可能就觉得很惊讶，为什么有人在他家外头画画？那我们也吃了一惊，突然间有人在跟我们讲话，那不过这也是。新加坡人的友善，就一边画画，跟他聊了几句，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验。诶，谢谢大家观赏我们的这次的影片，也谢谢周老师那么细心的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创作。那么我们希望在接下来影片也会继续的支持我们。我们先不影片，再见吧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谢谢大家，再见，OK，拜拜。拜拜。